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要讲的是脱皮高级词汇拟声拟态词的综合练习。那么在之前的两节课里面呢，我们讲了20个非常重要的拟声拟态语了。那么在这个综合练习当中，我们还要遇到很多很多的啊这个新接触的这个拟声拟态语，我们来一起顺便学习一下。我们先看一下是什么题呢？다음과로에알맞은것을고르십시오，选择能够填进去括号里面正确的一项。那么第一个呢，여기저기널려있는옷들을개어서옷장속에什么什么넣다。那么여기저기啊，那么널려있는这个到处都晒的这个啊옷什么衣服啊，这个到处都在的这个衣服呢，개어서。那么这个개다呢，这些我们学过什么呢？이불을개다表示叠被子。那么옷을개다表示叠衣服啊，把这个衣服叠好呢，然后在这个옷장啊，在这个柜子里面呢，怎么怎么的放进去，整齐的放进去，对吧？那么哪一个是整齐的意思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选项，칼팡질팡。칼팡질팡是我们学的第一个拟声拟态语，表示呢慌里慌张的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啊，우리는어느길로가야할지몰라칼팡질팡하였다。我们不知道往哪条路走啊，然后呢，非常的啊摸不到头绪，慌里慌张这样的意思。那么第二个呢？또박또박啊，또박또박表示一个一个的啊。那么매월또박또박옷을갚다，빚을갚다，빚是什么意思？债务啊。那么还债呢是这个갚다，那么啊每天呢啊每个月呢都是一丝不苟的去还债这样的意思。那么第三个呢，옷은도순表示呢和睦的亲热的意思。那么온가족이모여옷은도순이야기하다，那么全家人聚在一起的非常和睦的啊对话。那么第四个选项呢，擦고擦고表示呢整整齐齐的样子，所以呢答案应该是选的第四个选项啊，把这个衣服呢叠得整整齐齐的啊。우드를케어서옷장속에차곡차곡넣었다，这样说就可以了。嗯，넣었다表示放的意思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题啊，동네아이들이놀이터에怎么样呢？모여앉아소금놀이를하고있다。那么동네是表示小区啊，这个小区的孩子们呢，那么놀이터啊，这个玩的这个啊游乐场里面怎么样呢？모여앉아啊，都坐在聚在一起，坐在这个游乐场里面呢，怎么样？순공놀이啊，순공놀이什么意思啊？过家家的游戏呢，在玩过家家的游戏。那么什么样的聚在一起呢？我们看第一个，구벅구벅表示呢点头哈腰的样子啊。那么第二个呢，옹기종기表示呢大大小小的。